Hello，Hello，hello. 今天呢，感谢我们的干妈送我这套衣服哦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嘿嘿，帅不帅？好了，今天呢是要介绍，这个应该是明天之后，最快难产的家具哦，应该是在这个后面吧？要放哪里？哦，这里。有没有这个家具呢？刚上架一天就下架了，看一下它有什么功能。这个是拍走而已吗？它没有其他的功能哦。总之，因为这影片呢其实是当天就拍好了，只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剪哦。那就当做是一个纪念好了。所以它左右两个都是赞美啊，沉溺荣光之心。那都是赞美的动作，就是还蛮可爱的星球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摇摆星球哦，是可以坐上去的。然后两只手打开，那对面那个应该也是哦，是红色跟紫色这样哦。下面还有那个什么银河的那个光在转动这样。哦，我室友来了，哎，我想看看一下那个男生跟女生坐起来会怎么样。然后要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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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所以女生的坐姿是两只脚在前面，然后男生是盘腿而坐，没有？啊，一样是双手打开这样。这家具好像也没什么用途啊。OK，室友跟我说他把家具都放到二楼去了。我们去看一下二楼的家具哦。我看到亮亮的，我猜是这间呐、啊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吉星之夜，一夜之星。哦，它是一个，它可以打开灯，可以关掉灯，然后观赏是哦，就是动作，然后一些造型啊。哦，它还有这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银河吗？哦，它会变色。好哦，两个观赏都一样啊。哦，还有我们。上一届那个家具抽的，送的那些东西哦。我们先去二楼看一下，二楼有哦，东西很多哎。哦，小狐狸狸是什么？它跟那个熊熊一样，是可以变换造型的。它有很多啊，什么哦，可以旋转的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哦，因为房子太小，没办法动。哎，这是尾巴的，可以拉个别的地方哦。哦，可以旋转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正面呐、啊，真的还蛮可爱的，但真的很像，你知道吗？难怪它会被下架哦。那看看它可以做到哦，你来啦，哎，还蛮可爱的。一步走，立正，来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我要转正面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哎，脚也可以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嗨，哦哦，嗨，我是，哈哈，等下我用头，用头，用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疯了，疯了。让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转到后面，然后我转不过去啊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这还蛮好笑的，对不对？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我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东西，哦，它可以打开，打开是什么？哦，它是一个柜子啊，这个柜子拍照哎，等下，我柜子可以设定名称，我拍照是拿相机出来，然后它问号，这是想要这是怎样拍它，然后它问号这样子，两 边动作都一样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宇宙之星，仰望天空。哦，这是，好，哦，原来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哦，我懂了。哦，好。另外一边呢？哦，一样，一样啊。这一套家具除了飞机没抽到，其他都有。那后来呢？官方是说会回收哦。那当初花了多少太阳呢？就是返还这样子。
我们当初还想说会不会就不会返还了。那这个呢是睡觉的球球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它一样是加60的，看一下，睡觉是直接跳上去了。室友在旁边偷看，他一定想说我怎么那么妙，躺在上面，好啦，我旁边有一个大的玫瑰花哦，可以看到哦，可以，我转视角，这样子其实还蛮疗愈的啦。如果是兔子的话呢，应该也蛮好看的。我的账号来了，来看一下，两个人的动作是一样的。我不晓得女生跟男生是不是一样啊，但两个男生是一样的，动作一致。OK， 我们再看一下，两个人坐在这个，哦，这个是直接坐在中间哦，来自拍一下好了。原来过不久之后就要收回了。都不好瞧，对吧？花花放我这边好了，挡住我左边啊。哦，这样子其实蛮好看的，留作纪念啊。那除了家具呢，还有我们的满天星的吊饰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台灯哦，坠入宇宙的灯，它是可以开，怎样？哦，三个东西叠在一起，它可以开。哦，哇哦，呵呵呵，这太梦幻了。哇哦，晚上还睡得着觉吗？我看看，哇，一夜好眠啊。哦，哎、欸，他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的啦？不要吓我啊！他是这样站在那边看着我，我好害羞啊！哇，他是来帮我开窗户的。哦 ，OK， 好啦，我们看看还有什么东西，除了这个满天星的吊饰哦。你要丢什么？哎、欸，丢什么东西？哦，那应该是暗道吧？这还是什么？抓不住星球灯，这个之前就有，这返场的，可以放大，然后它有一些飞行范围、速度还有高度，然后它可以调整样式。这个应该是不会不见啦，这个很久了，但也难说。他每次撤掉都是撤掉一堆东西，哇，这好大哦！看一下还有什么东东啊？还有什么东东啊？应该还有什么东东吧？我这边还有个大的，哎，这个这颜色不太一样，一样的，它只是不同的样式而已。好了，这是我家，欢迎来我家玩，好不好？画符搜寻安爷，希望之祥的安爷哦，不是畜星的哦。他怎么走来走去？他在干嘛？OK， 我们有其他影友来我们家参观哦。看一下，男生就是直接跳上去哦，趴在上面睡觉。那滑下来，哎，等一下，哦，他卡住了，是不是因为他卡住了？我们来看一下女生，哇，直接飞扑上去。女生就直接飞扑上去，好猛啊！她哦，她一样是滑下来啦。她也卡住，没有哦，她没有卡住哦。就我卡住啊！啊，就我卡住。我刚才没有出现哎。哦，怎么啦？什么鬼啊？哦，亲，哦。新衣服哦，哎，很秀，很秀，动作是一样的。锦鲤啊，红领之星。好，再来玩一次这个哦。上次玩的时候呢，因为没有配音哦，所以有点干哦。再来配一次这个，来哦。上去咯，哎呦，
好多蝴蝶哦！啊，我们来下楼玩玩看。喂！啊哈哈，噔噔！啊，不闹不闹不闹！感谢各位收看。那如果喜欢我们这部影片呢，就帮我按个赞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这些家具呢，已经被官方回收了，所以没有了。好不好？就这样了，各位，拜拜。无论车子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换你分身。我出点平常，注意的形象，黑的非常奋斗。我天赋从某个特殊，进步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录了艺术的、听出的病毒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为这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，啃住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输，别人废他玩的真。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画三个粉。